三名也在墙上受伤，不是你，是谁？你，老师他流血了，他要做手术呢。别不担心啦，他的构造跟你们不同的，现在就回去休息好了。好。没谁啊，有手就要走。为什么那么大力？你好胖啊！你这么大声，我刚刚说你是男生吗？你不要在那胡说八道，我是正港的女子汉嘞。正港的女子汉，那是啥鬼啊？梅泽老师，我还比你年轻得很呢。春天效应走喽，要去捡路了。啊？大家知道我的名字吗？那我来告诉你们，我是梅泽。瑞希会跑人，所以停了。为什么要跑？对我就对了。瑞希汉泉在兽医的警告之后，会和男怨叹的。不会，觉得瑞希这人怎么样？他还蛮可爱的吧？天哪，你居然喜欢女生？我说会，我这人男女通吃，又不是新闻。像你这种异性恋霸权太奇怪吧，老无吧。我们空手吊车都没人，刚想把瑞希追下来，却被他跑了。瑞希看起来就是老少咸宜、炙手可热的货色，我出动全是很绝对，但还是被他跑了。耶，让我来告诉你。你们这群疯婆子，只不想招人进你们 Gay Standard 国际礼。
么了？那丽丽，你今天会有吃过奶奶吗？奶奶？那什么？那可以吃吗？是奶奶。她是一个超可爱的学姐哦。这么可爱的学姐吗？哦。那丽丽，我们待会就去奶奶宿舍找奶奶。那奶奶读什么学校啊？还要住宿舍哦？就是。什么？泱泱和玛丽来到了男的宿舍，泱泱打了打给了男，可是一通都没接，泱泱开始很紧张。怎么样，打到了没有？奶奶她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了？怎么可能啊？不是啊，你不要想太多。是为了什么？但是你刚刚说男扮女装，
没错，我就是男的。哇，这已经是创校以来最大的新闻，我要拿给你们看。蛇是梅珍老师吗？是不是梅珍老师不是重点吧？这里是二楼，他就这样跳下去了。你说过，就算我是男生，你也会喜欢我吧？是没错啊。